应该是你想太多，单纯弹簧坏了啦。可以试试锁起来，再打开就，快跑。这个给阿姨，那个要给阿姨。哪一个要给阿姨？我要给阿姨。什么东西要给阿姨？你不见了。哪一个阿姨？要给阿姨，我要给阿姨。什么东西要给阿姨？你不见了。哪一个阿姨？你要把小猫咪赶出去哦，这样不好吧？嗯。你爱小猫咪的。爸，爱小猫咪。爱小猫咪。小猫咪。哥。哥哥。你不要乱。不要乱挥手，不要不要，弟弟，你在跟谁嗨？平常叫你跟别人打招呼不打招呼，现在就随便乱挥手，我紧张你会花气耶。没事没事，只是打招呼而已啦。弟弟很确定那边有东西。那个房子有人？有。哪里？这房子。哪里啊？你知道上面有人吗？有。上面哪有人？乱讲。对。对啊，你指的那里，那边哪有人？乱说。乱说。还有。看到有人。好，你看到有人，你看到有人。好，我们不要再看了，好不好？好恐怖。好，我看到了。好。在上面吗？屋顶真的有红色衣服的人。小孩确实比较敏感。但是屋顶上是真的有人。我串一个，够咸的啦，钓安尼啊。我串一个，要收啊，哪有人安尼？哈，我哪会知？够咸的啦，钓安尼啊！
你没干嘛叫我？永丰记得回来看看。